看你坐伫迄个位置看公文，真正甲以前一模一样呢，也是遐尼啊有魄力，遐尼啊有威严。是啊，爸，你一入来办公室，直直接坐来看公文，敢若对这环境拢足熟个，一点仔拢无参照失去记忆，你敢有受气啥？无呢，这是一种感觉。我感觉讲，因为是，我就是应该坐咧食，其他吼，我头壳空空呢。李白，董事长，真正回来啊！请问你是？我是你的特助 David 啊，敢讲你袂记哩我？这小包唔对啊，收入甲支出有重叠，这男士在无辈人算唔对，就是有人偷工做假小，要下钱啦。是像这样的好大胆，竟然敢安尼做啦？哦，爸，啊，财务部小包吼，拢是俊生自行去做呀，那是有问题哦，俊生爱负责。姐姐，你是咧讲啥？刚刚我也做计数，无啦无啦，是的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爸，啊，这报表该袂当我看下。嗯，好。这部分是慈善基金会支出啦，啊，搁有一挂收据，啊，搁有发票，拢还袂提来。我嘛还未签名批准，所以哦，你才会对袂起。我跟你讲啦，咱要成立慈善基金会的目的，那不是要为着省税金，就是要洗钱。爸，没啦没啦，绝对袂洗钱啦。啊，这基金会的部分哦，是我咧负责管的啦，我袂动下手啦。而且，阁有俊生甲我监督啊，更加无可能有代志。就算讲你袂动脚手，啊，做小的人有当时啊，卖算唔对，啊，你是负责管理的，小目你着斟酌看，完全无问题了，你才会当邓英啊签名。好，好，我知影。爸，你真正有够厉害，啊，虽然失去部分的记忆，啊，不过伫专业上也是哦，足来。我想过吼，应该是最近工课收忝，应酬收侪，啊，所以伫校务上才会出淡薄仔错，啊，无安尼啦，爸，以后诶管校诶部分吼，就交你来处理啊，啊无，互你动一下头壳，无得教，对你身体嘛好呢。少伟，你莫乱出主意啊！爸诶，即马伫咧休养诶，即管理校巴即种工课是劳心劳力，万一爸伊若是忝着，是要安怎？莫阁毋过啊，来。这个有几笔数，爱你批准的。顶面有发票，我拢已经看过，无问题，您签签。好啊。丹姐，爸拄才有讲，这小波吼爱看甲详细，才会当签名。对。我即马吼去财务部找人问候清楚，才签啦。这份嘛给我，哈。爸虽然失去部分的记忆，但伊的头脑也是真清楚。为着卖长眠觉梦，我还是爱赶紧动作，甲饭店的钱刷走。